谁呀？我是旅店的，送水来了。大哥，你要干什么？哎，你要银子吗？我给你银子。你大哥啊！哎呀，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干什么呢？快点，走。您看这个。 快点，快点，快点！我们快点，快点！慢粮席了，慢粮席了！快点，赶紧了！后边快点，快点！哎，来来来，扛起来，扛起来！哎哎，好嘞！哎哎哎，过去，过去！忙您吧。我说，快点，快点！来，你干什么呢？下来，下来，下来，下来！我说，快下来！长官，这运粮食的船是去北边的吧？运这么多粮食上北边干什么呀？你管他运什么？你来这儿想干什么？长官，你看，好嘞，好嘞，好嘞！岁数大了也没钱，一直啊想搭个船上北边去。 去北边，干嘛呀？哎，你不知道啊，我老家遭灾，跟妻儿老小失散了，这不是想搭船去跟他们会合吗？您就行个方便吧，啊！我看你可怜，就实话跟你说吧，这船是去北方，你让我歇会儿。走大运河，把粮食呢运到北方去，快点，快点，快点！哎，长官，运这么多粮食到北边干什么呀？人家北方人不也种粮食吗？嘿嘿，你懂什么呀？ 这粮食放在军营里好几年，不值几个钱。到了北方国家，那就金贵了，能发大财。你不是去北方吗？今天晚上过来，这些大船到时候就启程了。哎，好，回去吧。多谢长官，多谢多谢。快点快点，来，哎，别多少了啊，快，来，超一份啊，快点。嗯，这马把我害死，驸马爷，驸马爷，我今天非打死你，息怒息怒。 别跟一畜生发这么大脾气！驸马爷，你息怒！看，息怒啊！驸马爷，别来无恙啊！啊，你是宋提刑？驸马爷，这好像就是你那天要买的那匹宝马吧？怎么了？水土不服啊，看上去瘦了许多呀！瘦了许多，人若被人欺，马受被人骑，这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哎，这可恶的家伙！ 没杀了他，算他便宜。马是通人性之物，何必对他那么残忍呢？哼，他把我害苦了。此话怎讲啊？没事儿，没事儿。哼，驸马爷，刚才我路过河埠头，见到运走粮食卸下马匹，此事你可知道啊？这个嘛，宋大人有何见解？ 商贸进出本属正常，但是运走的粮食颗粒饱满，质地很好，而运来的马匹却是瘦弱居多。不知驸马爷作何评说呀？这个我不太清楚，以后再说吧。驸马爷，我提刑司一直在查一桩案子，你可听说了？什么案子？北瓦社的女戏子小桃红被人杀了。 扔在山里，你没听说过？小桃红，我没有听说过。驸马爷，在查案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物品，其中有一块玉，好像与您有关，您不妨辨认一下。
么了，驸马爷？没事儿。丁姑啊，我听见隔壁房间里有呼噜声，可是赵捕头啊，不是他还会是谁呀？隔着三堵墙都能听到他的呼噜声，也真难为他了。三天三夜没合眼，好不容易把柳青给抓回来了，真不容易啊。真是多亏他了。大人，外面有几位年事已高的老臣，不由分说就往后堂闯，我拦也拦不住。哎呀，宋大人！哎呀，冯大人，冯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大人，各位大人，急急而来，所谓何事啊？丁姑啊，快给各位大人泡茶。哎呀，宋慈啊，你就不必客气了。是这几位你都认识，是大宋前朝的老臣，和你父亲是同辈的老人。是，关心你呀，也为你担心呐，所以相约来到御史台，想打探打探你最近办的案子。是，来，冯大人，请，来，各位大人，请坐，请坐。哎，且宋慈啊，那桩白骨案到底办得怎么样了？这几天城里传言纷纭，说这案子只不过是山中发掘一堆白骨，让你查了这么一阵子，反倒死了好几个人，是这样子吗？宋慈。听说你这回把案子办砸了是吗？宋慈啊，你可不能听信谗言，错杀好人，放走坏人呐。你是大宋的一根顶梁柱，受点气挨点骂，千万要顶住，不能倒下，更不能自暴自弃呀。冯大人，多谢各位大人，此案现在已初见头绪，宋某已成竹在胸，不日便可告破，请诸位大人放心。你说你成竹在胸，不日便可破案？冯大人，宋某何时说过大话？好，这就好，这我等就放心了。是是是，英国，快起上好的龙井，把刚挖出来的菱角拿来。各位大人，我陪诸位大人吃点刚从西湖挖出来的菱角。这个时候你这位经济提刑官还有心情吃鲜菱角品龙井茶啊？曹大人，你到我提刑司来有何贵干呢？宋提刑，本大人到此何事，我想你心里自然清楚。难道说你也像其他老大人一样关心白骨案的进展？宋某刚才说过，我已成竹在胸，此案不日告破，您耐心等待便是了。如何算得成竹在胸？啊，不日可破哪个案子？日前你在圣上面前装腔作势地表演了一番，虽能一时蒙骗圣上，赚得圣上的同情和宽恕，但是这两天你这案子破得怎么样了？啊，不怎么样啊。脚夫张大力淹死在护城河里，刑部官员姚谦死于非命，女戏子柳青不知去向，恐怕是啊，也已经死在什么不被人知道的地方。嗯，我说宋慈啊，你还想让这个案子再死多少人？你知道，你已经把京城搅得不得安宁，民心大乱了。哼，各位大人。我吴某自从接任临安知府以来，京城是一片太平，没有发生过一桩杀人案，也没有一个百姓冤死。可现在就不一样了，让提刑官来查案子，查来查去，案子没查清楚，人却一个一个的死，光是刑部就不明不白的死了两个官员。宋大人，这个烂摊子你怎么收拾啊？哎，
我说宋慈啊，你可知道大理寺近来天天收到官员们对你宋慈的奏和，他们说你好大喜功，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啊，把一个小小的事情办成一桩血腥大案，接二连三的死人，整个京城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啊。我劝你啊，还是收收手吧，别再折腾下去了，这样会令你身败名裂的，宋慈。你要好好的掂量掂量自己，到底是几斤几两啊？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宋慈身为京畿提刑，我理应查清此案，又有亡命在身，你们谁敢阻拦？现在案子查到这个份上，理应穷追猛打，查个水落石出。你们干什么？一个个蹦出来挑三拣四，横加指责，为什么？难道是你们谁与案中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勾连，才这么着急，才如此发难？是不是诚心想扰乱本官的视线，使真凶逍遥法外不成？哦，既然宋提刑的口气如此强硬，想必是此案已经审清，疑犯也已经查实了。那好，在座的各位都不是外人，何不将这个案子的详情让大家听听，让各位点评一番，以免再像过去那样将无辜之人扯到案件当中，错判误断，再次酿成冤案呐。放心吧，曹大人，宋某不会再犯那样的错误。那么究竟是何人杀死了小桃红？刑部两位年轻的官员又如何陷入此案，死于非命呢？宋慈，这也是我等想知道的，你何不说说？说说。冯大人，坐，坐。好，既然各位大人都想知道，那我们不妨把此案的内情稍微透露一点。刑部录事竹如海，少年气盛，做事不慎，终招大祸，也是我一时失察，受制于人，将其误判为主凶，致使含冤致死，对此我负有重责，深感惭愧。据我所知，竹如海与女戏子小桃红确有私情。竹如海与小桃红有私情不假，本官错断此案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以为竹如海对小桃红有私情，强行求欢不得便误伤小桃红，但是经勘察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诸位大人，这不是一桩简单的私情误杀案，这是一桩大案。各位，此案是经人精心策划、缜密实施的一桩大案，也是我一时失察未识其间的。经断案，小桃红根本不是死于5月21日，而是死于5月19，时隔整整两日，便使此案出现了重大的误差。宋大人，你可是验尸的高手，你眼睛再差也不会差出两日的误差吧？凶手手段奸诈，阴险歹毒啊，冯大人，他把尸体诚心沉在了明泉寺前的一眼小泉之内，那泉水比常温低出许多，因此尸体在其中浸泡4日，其状乃似寻常两日之状。我按夏日验尸之规定验尸，当然就误入歧途。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这手段够阴险的。再有，我在刑堂之上听信了那些所谓证人的证词，他们一个个信誓旦旦，谁知道全是受人指使，
做的全是伪证。这说的都是假话。正是啊，冯大人，当我发现自己有错再想找他们的时候，一个个消失得无影无踪。张大力不明不白地死在了护城河当中，明泉寺主持决心云游四方不知去向，戏子柳青远走他乡，不然也就死于非命了。宋大人且慢，本官问你，你说他们做的都是伪证，你有何证据证人或死或逃？我以为都是聚于你宋大人的淫威吧。你喂，宋大人，那姚谦呢？他可没在公堂上做伪证啊，他怎么也死了？姚谦本该是有功的，是他的无知与愚蠢夺去了他的性命。在他死之前，我们曾经约见过一面，他说他正在勘察一位神秘人物的秘密，手中已经握有一份密件。他曾经与我交换条件，说是破案之后让我在圣上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官职得以提升，谁知隔墙有耳被人听去，招致厄运当头。如你所说，小桃红是死于五月十九日。既然如此，那么朱入海和小桃红相见怎么会是在五月二十一日的晚上呢？大堂之上他可是确认此事啊。是啊，曹大人，这也是本案的关键所在。朱入海称五月二十一日晚间，他跟小桃红在明泉寺的后山相会，被人发现不得已逃上山，但是与他相会的根本不是小桃红，而是另一女戏子。此人是谁？锦玉班的另一女旦柳青。来呀，传柳青。大人。各位大人，此人先在公堂上做伪证，而后又逃亡他乡，被我得力部下缉拿归案。柳青，你现在当着众位大人的面，把你如何做伪证，又是如何假冒小桃红，细说一遍。五月二十一日那天下午，一个陌生男人来找我。拿着，以后还有。那男人说，受一个大人物指派，只要我按他的意思做，可保我将来在京城成名角，大红大紫，能挣大钱。我一时糊涂就应下了，所以下午在瓦舍，班主问起小桃红，我就说他已经回来了，因为身体不适躺在床上，让我替他演角色。再怎么着也是我们锦玉班的人呢，不行，我叫他起来演戏。哎呀，算了，今天我答应顶他演戏了，他给了我这个。哼，他倒是有钱给你顶他演戏了是吧？好，那你就演吧。你怎么又来了？他，哼，小桃红回来了吗？回来了又怎么样？我想上去看看他。小桃红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了。真的？那我更得上去了。哎，不行，你不能去。
班主，你看这个人真是没脸没皮的，人家小桃红病了躺在床上，他还要去烦人家。我说姓竹的，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我可到刑部告你调戏民女之罪了。你们怎么着，还不快走啊？好，我今天我不上去了，我这就回去好吗？曹大人，不是还有一件证物，竹如海的那把伞呢？这还不简单，吴大人，竹如海先把雨伞落在了茶馆，等有人报案以后再把它放到窗台上，不过是举手之劳。这伪证做得可真圆呐，冯大人，这还不算精彩啊。真正精彩的是明泉寺后山相会那一幕。柳青，说，那天晚上我照人吩咐，穿了小桃红的戏装，带了他的首饰和绢花，等在了寺院后殿。是不是小桃红？竹兄是你吗？我是小桃红。小桃红，我来救你来了，你别急啊。小桃红，竹兄，你别紧张，我来救你来了。快走，这门怎么开了？就是啊，快点，没事，别让他们跑了。这边。这个女子啊，心太狠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她和小桃红估计是同台演戏的戏子，又同住在一起，本应同病相怜，亲如姐妹。可你为了几十两银子，为了日后能大红大紫，你呀，你竟然能干出这等可恶的事情来！事后我也后悔极了，我想逃得远远的，可是没想到这帮人心真黑，竟然派人来杀我。哼，宋大人，照此推断，脚夫张大力做伪证是受人贿赂，故意作假，那么明泉寺的住持决心，嘿，也一定是说谎了。说得不错，吴大人。我一开始就说，本案是有人在幕后精心策划、指使而成。哼，宋大人，你为什么不想一想，这个幕后操纵之人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他仅仅是为了让这对痴男怨女置之死地而后快吗？是啊，那小桃红只不过是个戏子，与人无怨无仇，又因何要置其于死地？那弄死他的人又是谁呢？各位大人，案子查到这个份上，唯有把真正想杀死小桃红的凶手查出来，本案才可以真相大白。
我已经从开米行的朱老板那里打听到了一些线索。什么线索啊？5月19日是开米行的朱老板的泰山八十寿辰，他请来了全城的名旦为他的泰山唱堂会，50两白银请来了锦玉般的头牌旦角小桃红。谁知小桃红的轿子还没进门就被别人劫去了。是吗？那此人是谁？查明此人不就破案了吗？哼，那日之事可真是蹊跷得很呐。哦，来了，请请请了啊！好，请请请，里边请，里边请。好，请请请请请。啊！哎呦，恭喜！哎，小桃红来了！哎呀，今天可真漂亮啊！请请请请请。哎，小桃红，恭喜！你们干什么？宫里有请，让你去唱戏呢。唱戏？大哥，里边请。这怎么回事啊？请，里边请。起轿，走，走着，里边请。宋慈，你是说有人拿着宫里的帖子，把小桃红从朱家宅门前截住，然后把他推进宫里教义的教中，把他抬走了？是啊，冯大人，朱老板是这么说的。柳青的口供也是这样，想必不应该有错吧。宋大人，这就奇怪了。朱宅是在清河坊，按理说去皇宫是应该走南街，对吗？而非走西街啊。问得好，吴大人。可是据我所知，西街也有用公教的府门呢。有。西街有驸马府啊。哦，邹大人，你说有驸马府，那可是跟驸马爷梅子林有关。不，你刚才说的吗？我是一时口误啊。你怎么？我曹大人，你说的这怎么回事啊？这是这个嘛，还是听宋提刑说吧。对，宋大人，你说，宋慈，那你说说，这宫中的轿子为何往西街而去啊？是啊。宫中的轿子为什么往西街而去呢？因为西街只有驸马府可以用宫轿。诸位大人，宋某这里还有一件东西，可以证明此案确实是与驸马爷梅子林有关。呀，这玉确实是皇宫之物啊。这袋子非皇家所不能用啊。是啊，冯大人。此物从何而来？这是姚谦死那天我勘察现场，衣襟扯开，身下唯留此物，我便捡了回来。我曾经问过慧觉公主，慧觉公主说此物确实是驸马爷没死。我今天得了块玉，请公主给看看，您可认识这块玉它的价值？这玉，这像是我丢的那块玉，怎么会在宋大人手中？公主，这是我提刑司近日抓了一个惯窃，从他那里得来的。这块玉是公主的饰品。是啊，还是我小时候过生日父皇送我的礼物呢，后来被驸马爷讨去，系在腰间。前些时候他告诉我说，夜里看戏的时候挤来挤去的，不知道是挤断了绳索，还是被人偷走了。这倒好了，到了你这儿，那是不是该物归原主了？当然。不过公主，恳求公主等我把此案审理完了以后再归还公主。没关系的，只要这东西在，迟几天不妨碍的。谢公主。公主，关于这块玉，请您先不要告诉驸马爷。也好。我得了此玉以后再给他一个惊喜。马爷，在查案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些物品，其中有一块玉好像与您有关，您不妨辨认一下。怎么了，驸马爷？没事。宋慈，来来来来来来，
宋慈，这天气实在是太闷热，后厅门窗关闭，通风不佳，这几位前朝老臣怕经受不住，吃不消。我们想这案子就不必听下去了。怎么了，冯大人？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各位大人，告辞了。各位大人，请留步。怎么走了？各位大人，各位大人，请留步。冯大人，各位大人，宋大人，宋大人。我们有公事在身，不能听完你精彩的探案故事了。告辞，告辞了。你，我说你们这是我曹大人啊，您是刑部尚书啊，想必不会搁下此案不管吧？冯大人。您老一向急公好义，关心宋慈，关心此案，您不会就这么一走了之吧？宋慈，这个案子你还想怎么查呀？怎么就不能查下去呢？曹大人，现在案子查到这个份上，只要再加一把劲儿，就可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呀。宋慈，你还真想把这个案子再追查下去？怎么了，冯大人？难道不能查下去吗？你呀，真是胆大包天呐！你知道驸马爷是谁吗？他是宋皇的女婿，慧觉公主的丈夫。这案子怎么能往驸马爷身上追查呢？宋慈，你过来。我说宋慈啊，你是真不懂还是故意在这装傻呀？有你这么查案子的吗？你怎么能把杀人嫌疑的罪名弄到驸马爷头上呢？可是线索一直在往那边走啊。你两位大人，种种疑点证明此案确实是跟梅子林有关，此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敢问两位大人，如果这个案子确实是梅子林所为，你们说该怎么办？哎呀，就是梅子林干的，那也不行。打狗还要看主人吧？你这不是往宋皇的脸上抹黑泼大粪吗？宋慈，你个小小的四品提刑官，这脖子上长着几颗脑袋？曹大人，那依您之见呢？找个借口，将此案拖延下去。拖延下去能拖得下去吗？冯大人，如果圣上查问起来该怎么办？哎呀，那你就撒个谎说你病了，你病才3个月，不下床不出门，那圣上天天上朝，诸事都需要他去操劳，他不可能把这点小案子总放在心上，这时间一长啊，他就忘掉了。冯大人，装病啊，那屈死的人又该怎么办呢？曹大人，朱如海呢？小桃红呢？姚谦呢？哎呀，这有什么嘛？几个小小的草民，死也就死了，拿点钱送给家属慰问慰问，这不就没事了吗？冯大人，想必他刑部一直是这么审案断案的。你，曹大人，宋某今天听您一席言，真是长了见识啊。你敢取笑本官？行了行了，口水仗就不要再打了，赶紧想想办法，这个案子怎么办才妥当？没有什么该怎么办。宋慈深受皇命查清此案，还百姓一个清明盛世。两位大人，如果说我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如何对得起圣上？如何对得起百姓苍生？两位老大人，我现在就去驸马府查清此案，烦劳两位，你们看在圣上的面子上，陪宋慈一同前往。宋慈，宋慈，你宋提刑，我把涉及小桃红命案的疑犯带来了，请宋提刑大人按大宋律法给予审理。上来。
宋大人，梅某昏庸无知，被坏人陷害，一株大错，犯了重罪，还望宋大人、曹大人、冯大人相继一回，梅某感激不尽，终身难忘。等等，如意院乃刁庄主私人宅院，你们这等气势汹汹的，是要抓人呢，还是要怎么着？你赶快让你的手下给我让开一条路，让我们进去把你们庄主请出来，随我去提刑司，大人有话要问他。等等，我们庄主说了，要想叫他出庭，必须得宋慈亲自上门来请，否则他不会离开如意院一步。岂有此理，宋大人乃堂堂四品提刑官，传他一个小小百姓还需要亲自上门吗？姓刁的摆的谱也太大了吧。来啊兄弟们，在随我往里冲。走，来人。你们真是狗胆包天，竟敢以刀枪对抗官府，岂知这大宋天下不容他姓刁的在此称王称霸，独霸一方。来啊兄弟们，在把刀给我抽出来，刀尖朝前，谁敢对抗，格杀勿论。上。慢着慢着慢着，不能动武，不能动武啊。大人。管事。在。你们刁庄主不是说除非我亲自来他才肯去见官吗？现在不仅我来了，连曹大人和冯大人也来了，他怎么不肯出来露面啊？啊，既然是几位大人亲自登门了，打开大门，让开一条路。几位大人，请吧。哦，这就是说还要我们几个进去拜望他。二位大人，你们怎么看呢？冯大人，您看这。那就见吧。大人请。几位大人，我们庄主就在里面候着，几位大人请进去跟我们庄主说几句，请他出来。二位大人，请吧。宋提刑啊，这件案子是你主审的，还是你一个人进去吧？啊，冯大人呢？是，还是宋提刑你独自进去吧。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我们身为朝廷命官，难道还怕了这个小小的庄主不成？这。宋大人，这几天查案辛苦了，请坐吧。你看，我早就知道你要来，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把椅子啊。刁光斗，宋慈今日亲自来请你这个深居简出的大人物到我提刑司走一趟，怎么，事到如今不敢去了吗？这么说，数日之内这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不错，我已经有了八九成的把握。哎呀，这回不会是误断误判了吧？是不是误断误判，你上公堂听听审案，看一看物证，不就全清楚了吗？那在下可否事先打探一下，杀害女戏子小桃红的凶手是谁呀？
莫不是跟至高无上的宋皇有着密切的联系吧？这一消息你是如何得知？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刚听说这驸马爷梅子林到提刑司自首去了。哼，刁庄主真是神通广大呀，不然我宋慈近日查案怎么会突然像如有神助一般会得到一些额外的提示？比如说米店朱老板会告诉我公教去了西街，而驸马府恰恰就在西街。再比如说姚谦被毒杀以后全身之物全被抢走，居然会留下一块玉饰被宋慈轻易捡得。听宋大人这话的意思，数日查案不会查到最后这驸马爷倒成了无罪之人了。有多少冤皆叹，空怅望人寰无限，从生哀怨，泣血迎重笑苍天，孤帆叠影寒月生，骤起烈烈风，尽吹散。尽吹散。尽吹散。滂沱雨。从头转。